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金红台长。我今天来问我妈妈求，妈妈身体不好，她是1948年属老鼠的，妈妈的身体突然发现变化，莫名其妙的肚子有积水，医院里边吃药打针都不管用，一直都没有确诊，她现在很痛苦，吃不下饭，排不出尿，求师父救救我妈妈。你妈妈有杀业，杀掉太多的那种鱼啊虾呀，我都看见你妈妈还杀过甲鱼。对，这种情况希望你妈妈好好的忏悔，每天念5遍礼佛好吗？那你妈妈现在相信不相信啊？相信。念经不念经啊？念啊念。还有一个台长，我是刚接触这一个，因为我是陪妈妈来参加这个法会才了解的咱这个。你现在相信不啦？我相信，完全相信，完全相信。你先不要讲话，我帮你妈妈肚子上马上动一动，过一会儿他就出去小便了。老妈妈肚子上有没有一点热啊？感觉感觉。有。有，老妈妈，你再过1分钟、2分钟之后就想小便了。谢谢亲妈。我先帮你把临时的毛病治一治，接下来再教你要好好的念经好吗？你能不能许愿吃全素啊？我告诉你，不是长不出来，你的肠子有粘连，而且里边还长了一个东西，他们医院没有查出来，听得懂吗？这个东西如果越长越大，这个仪器才能查出来，现在在里边发炎，很小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每天念大悲咒，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我这辈子吃全素了，好吗？好，记住了啊，不杀生啊，好好念经，这辈子再也不做坏事了，不要骂人，你的嘴巴太厉害。听得懂吗？懂了。改不改啦？给。那师父，我们该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好好念，像你妈妈这种嘛，17章一波，先念个5波，然后接下来马上就会好了，再吃一个叫香砂养胃丸，马上吃，这是菩萨告诉我的。谢谢。放多少？在他还没有癌症完全形成之前，赶快的治好，否则癌症一来，你妈妈大概还能活3年。他现在几岁啊？他是48年的，属老鼠的。几岁啦？67。3年嘛，69到70左右，听得懂吗？所以现在如果治好了，还有救。如果现在治不好，他会慢慢的发大的，一定叫他吃全素，吃全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。我们放多少条鱼，师傅？好好放了，13000条。你问问你妈妈，现在肚子热不热啊？要伸到里边去摸的，你自己没感觉的。有呀。热。现在想不想去排尿啊？想排。谢谢师父。好好的努力了啊！还要吃一种，那叫那个牛黄解毒丸，
只要吃一个月就好了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很多人呢、哎呀，一查一弄啊，左一刀右一刀啊。我告诉你，有些病啊，灵性病，把它弄走了就解决了，吃点中药调理调理，很快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南无观世音菩萨。